中国试图要绕到东南亚还有南美洲等国家去规避惩罚性的关税，但是美国已经开始防堵这种洗产地的方法了。美加跟墨西哥虽然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，但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在昨天宣布，要对部分墨西哥的钢铝产品要加征专税。 对于来自墨西哥却没有办法证明是在北美熔铸的钢铁要25，要克征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；来自中国、俄罗斯还有伊朗等地的铝材，会克征百分之十的关税。那面对欧美的关税战来势汹汹，真中国呢，一方面是持续的跟欧盟来协商电动车的关税问题，另外一方面也全力反击，宣布要对欧盟的调查。 展开调查，他们要厘清中国输往欧洲的绿电设备以及火车头等产品，是不是遭到了欧盟不公平的贸易投资壁垒？中国商务部的网站在昨天下午公告，欧盟之前对中国出口到欧盟的铁路列车、太阳能板、风电还有安检等设备，要展开反补贴等调查。中方现在要厘清这些行为是不是涉及了贸易投资壁垒。 之前，中国已经对欧洲的猪肉展开了反制调查，也曾经暗示要考虑对欧洲的燃油车课征报复性的关税。中国跟欧盟的贸易战现在烟硝味是越来越浓。 中国在下一周要举行三中全会，那习近平政府预期会继续大力的鼓吹新值生产力，但是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，就是指望着大幅扩张制造出口来提振经济，去回避惨淡的内需消费。 这个星期六，中国将要公布六月份的贸易数据了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、哦，它近期的出口表现。在二零二二年初呢，中国货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成长幅度一度是双双超过百分之二十的，但是接着就急转直下。到了去年一月，中国解封的时候，进出口的数字呢都是深陷在。 不成长当中，而解封之后呢，中国的出口成长是短暂的冲高了，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哦、喔，但是很快的又陷入了萎缩。进口的表现感觉更糟糕，看不到黄色的线哦、喔，反映出了中国内部消费的低迷。那一直到去年底，出口才又回到了正成长。 分析师就表示，中国许多产品的出口价格都是持续下跌的，但是五月份的出口却仍然超乎预期地成长了百分之七点六，这就让中国享有的贸易顺差进一步的扩大了。但是，这个强劲的出口数字也引来了各国的警惕，经济学家纷纷的警告，中国产能过剩的程度可能是远远超出了全球市场的承受能力。 那在去年呢，东协十国已经挤下了美国跟欧盟，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了。而今年的一到五月，中国对东协的出口比起去年的同期成长了将近一成，达到了两千三百亿美元左右，持续的超越对欧美的出口。但是以单一国家来看哦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然是位居第一名的。一到五月份的出口金额是接近了两千亿美元。不过这比 去年同期只有成长了百分之零点二，其实表现来说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哦。那在东协，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越南了。一到五月份，中国对越南的出口接近了六百五十亿美元，比起去年同期是大涨了两成以上。那相比之下呢，日本跟南韩虽然也是高居中国出口市场的前几名，但是今年以来，中国对日韩的出口都是陷入了负成长。 另外呢，在去年度，中国是以些微的差距领先了美国，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。今年的一到五月份，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是四百七十亿美元，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来说呢，这是持平的。还有一个变化是值得观众来注意的：，直到二零二二年，中国对德国的出口仍然是远远高于对俄罗斯的出口，但是从去年以来，对两国出口却变得不相上下了，甚至俄罗斯还要更多了一些些。 那我们再从不同市场在中国整体出口所占的比重哦，其实我们更能够看出来跟中国贸易的消长。 好，蓝色的部分呢是二零一九年中国三大出口市场的占比。那今年的一到五月份，我们看到黄色的部分，东协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逼近百分之十七了。但是欧盟却从超过百分之十七下滑到了百分之十四点六。那美国方面，美国下滑的更多，降到了百分之十四。其实这不但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变化，也凸显了中国制造商以东南亚作为再出口基地的趋势。 而中国对于其他市场的出口变化，也反映出在疫情跟美中竞争之下，全球的贸易变迁。像是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比呢，从疫情之前的百分之五点七，现在下滑到了百分之四点四。那南韩的占比呢，跟疫情之前呢，大致上来说是差不多的。而中国跟印度的关系是时好时坏的。 但是这几年，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占比仍然是有小幅度的上升哦、喔。那中国很努力的拓展非美市场，尤其是对中国更亲近的市场，像是俄罗斯，还有跟中国都在金砖国家阵线的巴西，再加上了中东沙乌地阿拉伯这几年在中国出口所占的比重。 它们都在上升。另外，中俄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，就被外界视为中国跟俄罗斯后院的中亚五国。从二零一九年以来，在中国出口的占比也是明显的增加了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变化、哦，对这些属于全球南方的新兴市场来说，这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重要性正在提升当中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。 今年前五个月，中国对台湾的出口接近两百九十三亿美元，比起去年的同期呢，是成长了百分之八点五。而去年的全年度呢，是六百八十五亿美元左右，比二零二二年大减了百分之十六。但是跟疫情前相比哦，二零一九年我们来比一看哦，这个金额是增加超过了两成。而至于台湾在中国整体出口的占比呢，在二零一九年是百分之二点二，去。 去年虽然下滑到百分之二，但是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又回到了百分之二点一。那以五年多的时间跨度来看呢，其实这中间的变化幅度哦，非常非常的微小。